是不是一生的伤口，痛过才懂得坚强的理由。听你说当年的乡愁，逐渐年迈的手有点颤抖。渐渐消瘦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孤单寂寞。我只想深深拥抱你，先生，多谢你体谅我，减轻我的工课，让我专心读书。明仔日，你跟我斗相共哦，替我做真侪工课。今天呀，你搁替我复习，搁有应该啦。多谢你这两天陪我做伙读书。对啦，前一暝哦，会当顺利，阿明主管会当考入学校。还是来穿好啦，啊！只不过真无彩，上尾两天哦，我无法度替明珠补习，啊，若无，唔拿考掉，无得卡，成绩阁是第一名。无得卡哦，就是因为最后两天你无伫个，阮明珠哦才会考着总三啊哦。我毋是看卖咧，你逐遍吼，甲明珠上课时阵，迄面相偌歹看咧。偌歹看，是咧偌歹看啦。甲你即摆赶快歹看。你到时候不就惊了？我相信，我上考来哦。拜托。好啊。明珠考着还好，大家拢真欢喜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上重要是，等下才生哦。是。走去倒位啦？哦，我去高雄市啊。啊，你无代无志，走去高雄市创啥？卡啥？啊，你进前不是讲明珠考袂掉？伊即马考掉啊，考掉就上学校啦。啊，你一透早就甲迄个明珠啊去高雄市看饭哦？无啦，是我家己去啊，明珠无时间啦。啊，伊才是无时间，佮让你去，毋佮拜托诶，你以后是要做医生诶人呢？啊，伊佮较老嘛，只不过是一个三宝。三宝就一定聋哦啦，人即马好嘢人拢嘛去病院咧生囝，迄善食人毋才去咧找三宝。卡啥啊？即马大部分人拢嘛去做三叔生囝，做三叔还是真重要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我歹听你讲这，三斤你换换，我当出门啊。要去倒位？我咧讲话你拢无咧听哦，我前几工啊毋是就甲你讲过啊，今仔恁吼五仙师娘要带咱去台南拜访郑仙师娘啦。啊，恁去就好，我去要创啥？嘿，啊你主工呢？你若无去，啊，阮是要笑倒里出来。郑医师吼是台南病院足有名的外科医生呢，还郑先生遐后头厝阁愈厉害，是过来台地方望族哦。听讲若毋是因为三千块减租吼，因厝的迄田地又是过来请教。这跟我有啥物关系啊？来啦，你听卡上讲啦。反正郑医师因家吼有五个囝儿啦，啊，两个查某囝。还上细汉的迄个啊，今年才为台南家转毕业尔，人虽阁大方哦。哎，吴先生娘吼，虽然是无讲啦，不过意思都真清楚，咱要介绍互你熟悉啦。唔只会趁即摆郑先生娘因后头厝咧大拜拜，邀请咱做伙来去斗老咧。卡上啊，我才拄考试煞尔，我想要专心读大学，即即摆讲这敢想早？我阁嫌想晚咧。那阮家先生娘就是安尼啊，爱替恁囝儿事事找对象，大家吼拢嘛是探听着，对家的囡仔考了以后，伊就开始牵线。哎呦，
先行看卖的啦，啊，以后会合是袂合，再搁讲啊，对无？啊，不是你即马来结婚啊？加上啊，啊，即马什么时代啊？搁在遐相亲？哎呀，不管啦，来来来，往山，办公好啦，无去啊，歹势。明珠甲阮卡上去接生啊！你要创啊？哦，无啦，我着牵铁要转来，吓，啊顺线要甲明珠啊，搁有秀忠先生说多谢。因两个今仔出门哦，拢足欢喜的，吹着目球呢。是哦，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你搁唔知啊？明珠伊，明珠快点啊！一个药就对啊啦。竟然一届就考中，真足厉害的啦！我你看下，敢足欢喜的呢？那是当然的啊！明珠遐尼辛苦，大家拢嘛看在眼内。这届考中做啥学校，就表示讲伊进前哦辛苦打拼，拢有价值啦啦！哦，真真好呢！想不到明珠吼，人缘遐尼好，大家拢替伊欢喜呢。这就是咧个乌干啊底导游。阮同学因小妹读女中诶，伊就讲这学校足歹考诶。哎，即个就考好条。后来我真正甲想吼，应该是后壁有一个有才情的军师哦，替伊安排这个课表，好啊，替伊复习功课，才有遐尼好的成绩。妙红，你讲对无？哦，拜托的，但阮明珠遮尼巧着，哪有需要啥物军师啦？你哦，莫甲伊定着就袂歹啊啦。我养伊呢。伊啊，伊了不起你啦！操！啊！你到时哦，你就莫叫我替你补习啦。嘿，我才不会嘞。你行了，你就挂了啦。来到明珠吼，人缘遐尼好，大家拢替伊欢喜呢。做考调啊呢？有影哦，啊，你真好，真美啊！失踪遐烦恼讲吼，迄考试进一天啊，发生意外，惊明珠吼考甲失常去，啊，即摆考调啊，一定足欢喜的。大家拢真欢喜。这失踪吼，眼光真正有够好个啊，会晓安尼好好啊栽培明珠，这明珠吼。真正是一粒明珠。嘿，明珠考调，大家拢足欢喜的，你煞无欢喜哦？欢喜啊！拄听到时阵真欢喜，啊，不过一路转来哦，心情煞愈来愈复杂。啊，拄只哦，听见底遐讲。明珠的人缘真好，连卡上拢这么恶劣。你吃醋呀？啊，明珠真正真乖啊，温柔体贴。哦，迄拄到人吼做代志啊，拢爱同款足骨力、足周到的。啊，大家拢恶劣，大家拢介意。啊，你嘛本来拢介意足好个，敢毋是？好是好啊，啊，不过若是比起来，我就是输伊啊，敢毋是？卡上甲你讲过偌济摆啊，咱人啊无需要比较，啊，你安尼一直比一直比，愈比愈无欢喜。你甲明珠本来就是无同款个性的人啊，无同款。啊，你卡上，你敢会希望我学明珠安尼体贴又搁温柔？你唔免学啦，因为你学袂来。
怣囡仔，啊！你这么古锥、这么活泼的人，啊，硬要甲你安尼挤入去一个诶，真温柔、真温顺迄种模啊内底，对哦。啊，这个模啊吼，虽然讲真水、真圆满，啊，不过你安尼硬要挤、硬要挤、挤入去，啊，真个足痛苦、足艰苦的，好咪苦的。希望你爱做你家己。就亲像卡桑啊，卡桑自细汉吼，嘛甲明珠同款，人缘足好诶。啊出去吼，拢互乌老讲，我个性足温柔诶，足体贴诶，人人乌老。不过卡桑即摆行到这，你感觉我的人生敢有比别人较好？这就是咱做人的功课，咱人生的功课。咱人啊，注定就是爱来这吃苦，注定爱用一世人的时间来好好啊学习。就算讲道上安尼对待你，卡上嘛看到这么开哦。我唔知影我有看开无，啊，不过我刚才知影讲，我就是行到倒做到倒，啊，拄到什么代志，咱就是面对。卡上拄到这个代志，拢会当看到这么开。那呢，我嘛要好好学习，你的人生的功课。你就烦恼卡上诶。你免烦恼。想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做一个上好的决定。啊，你咧，爱答应卡桑，去找家己人生的目标。嗯。哇，头拄仔我接一通电话，讲要出去接生啊，啊，我是想讲先去洗洗再来去，啊，今嘛。卡桑，我去。资料在桌顶。唔免紧张，慢慢啊来。即马小花出来一个。对对对，卡出来一个啊。小姐来啊，小姐来啊。边阿姐，歹势啊，阿姐妈咧接生哦，我是不是想我转来啊？没啦，先生回来的时间吼，早有拄好，起码才看到红眼的头尔。先生哦，真正是有够辛苦的，连啉一杯水的时间拢无。是啊，有摆生你来无用啊啦，多谢你呢。对啊对啊，听你讲听哦，嗯。我跟秋华在讲电话。哦。阿嘉宾龙知影你考掉了后，拢替你感觉足欢喜的。嗯。我是想讲，暗时啊，若是有闲吼，咱大家来去路边摊食物件啦。阿秋华讲，伊要请你啊，啊要替你庆祝。我讲，我应该是我请啊。袂啊，阮两个讲好势啊，大家做伙出钱啊，阿宾龙嘛做伙来。多谢你很好意，要不讲真正唔免开钱，替我庆祝。啊，路边摊尔，唔是大饭店，开无偌济钱啊。会记哦，暗时啊，莫食伤饱，留一寡巴肚食好料的。啊，敢要顺续打电话叫因过来啊？我想讲最后两天算起来嘛就讲落啊，人坐较热闹。
科系啊？道长下班以后，无需要加班，就回来啦。什么准时无准时？哦。靠上来。拄只生了，我叫伊休困啊。原来伫楼卡食饭，这么清净哦！我看以后哦，都叫欧巴桑把咱两个饭菜拢捧落来，安尼哦，食饭安安静静，搁会当讲心内话，袂歹啊！阿妈也伫个咧，今日若毋是时间无拄好吼，咱无去你家，安尼真无礼貌你家。是讲哦。阿嬤无伫个，阿兄嘛还袂转来，倒上一个人伫个楼顶食饭，一直就无理会。美龙啊，卡上甲你讲过足济摆啊，唔好因为阮的代志去影响到恁爸仔囝的感情。就算讲恁道上做唔对代志，伊嘛是你的道上啊。伊自细汉上疼就是你呢。啊，你顶届接生出代志，嘛是伊第一个走去外口去替你走走。我才无咧遗憾。敏芳，卡上我先请食食就好啊啦。等下哦，我要去替明珠庆祝，要吃龙皮蛋呢。啊，阿兄也会去哦。吃菜。阿罗，要搁出门啊？我要去找理事长啊。明仔吼，你干脆要开会，有代志还袂讲好。我去哦，采访代志啊。岐山无偌大啦，查甫人哦，偷食三项七嘴啦，莫食到一个嘴流泪了，去用发现着，要撬就真歹撬啊。卡啥？你莫最近看电话，拢甲我讲迄有诶无诶好无啦？有影无吼你先看了才知。我毋知你咧讲啥。出高才，阿妈甲囝这么严，还是管不了一个人的野心。差不多要开学了吼，差不多啊，阿哥，即马可能想半工尔，
剩的时间拢伫农会秘书遐实习，功课负担无遐大，我嘛较侪时间通画图。正好着，我即摆吼升起来五年啊，功课变足侪啊，我兼两个家教探索。兼两个，啊，毋过恁卡上毋是应该咧读册所费拢全好吧？拜托诶，阮卡上吼囝仔头负担着遐尼重啊，我好意思一直甲伸手。来，紧拍拼搁有效诶后生。啊，有人安尼啦，人客拢还未到，主人就开始礼貌。美霞，恁来第来啦？安怎？你无欢喜我来？我请美霞起来，安尼较热闹啦。是啦，是啦。米夏先生哦，喊你出巡，当然嘛欢迎。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来坐来。阿彩吼，我们先点火，啊，较等下那枪不够，咱再去点嘛。好啦，是讲米吼哪袂够啊？我来啊！还是明珠上大型，恁这的人足无够意思。好啦，紧提椅来坐。啊，等我滴，我滴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。来了，坐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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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进来进来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罗兰罗兰。嗯，这边坐下。来，等下。咱今日大家斗阵伫遮，是为着要来庆祝明珠科里走上好。恭喜！恭喜！今仔日迄个郑先生入去后头厝吼，真照顾好起来啦。你看咱迄大门入去，后壁迄厝吼，安尼个骨力多。哇，迄苏永林哦，安尼个算过来算过去，嘛算袂出到底有几个呢？哎，你有看过人迄美国进口的汽车无？乌头啊车，偌大台的哦。你今仔日在食饭的时阵，甲迄个千金小姐郑嘉如啦，郑嘉如这个名阁真好听哦。啊，恁咧开讲是拢在讲啥哈？讲一寡学校的代志啊。讲学校的代志，就讲到这欢喜哦。你唔知影，过来先生娘过来甲我讲吼，恁两个看起来是足速配。啥物速配啊？哎呦，戆囡仔，以后你就知影啦。随因讲啦，我先去房间啊。好，先去休困。迄个敏宏来啦，暗时的时阵吼，有敲电话来啦，讲要帮迄个明珠庆祝啦，哦，讲要约伫迄个路边摊啦。嘉谢，够讲几点？无呢。卡啥？我出去一下。这我要搁出去啊。阿兰啊，你这个嘴吼真正要甜起来啦！以后若是明珠，若是敏宏敲电话要找因家哦，拢袂当甲伊讲，知影无？哦，我知我知，哦，我以后唔敢啦。这我可走出去。今仔明珠吼，快点做山学校，阮卡上上欢喜呢。伊只是无爱讲尔，啊，不过后摆做山所着人接手啊。安尼给我轻松嘞。哎呀！谢谢，我来换。对，不要紧啦，搞得好啊。角度。你看，来坐一下。我吃饱啦。我是专工来替民族庆祝的。免啦客气啦，你看，你考了高一，足厉害啊，做庆祝。对啊。嗯。唉，以后咱这道吼，就拢是白跑啊了，除了我一个。啊，像白跑嘛，阮啊，咱只要出来上好呀，就是英杰，所以哦，今日这段好英杰吃。我拄啊想过啊，无带钱呢。啊，无钱哦？哎，唔是话，紧来，紧来，紧来。
那底下紧念念的啦。哦，我唔知影即摆有钱人出门拢无咧诈钱的。哎呦，有够无？有够无？快点！无够的话，啊，无咱等下洗碗时阵，甲因家分出煞洗掉好啦。应该出门哦，本来就真少诈钱啦。啊，你奶奶出门无咧诈钱？你莫阁讲别人哦，咱这代的吼，上有机会变好爷人的，就是你啦。哎，台北人破病这么有价值，你要准备赚爸爸啦。这细摊哪有看得敢来？哎呀，这未来台北人生，才对伊来讲，人生的娘哦。建德兄，请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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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好，若要请哦，就请大摊的。头呀，比如刚提两罐啦。哇，你唔得掉。我哪安尼哦，我讲。哎，接吧接吧。哎，你好厉害啊！金姐。你爱加食我拜托你爱考试，过来接生，加食我多谢。杰，阿是讲基山到高雄嘛，就是大路呢。阿你开学了，是拍算要住学校宿舍？我问过啊啦，
啊，厝住高雄，袂当申请。住厝内较舒适呢，为什么要住学校的宿舍？住宿舍较自由啊。真正是的啦，我去年吼住宿舍，过了真正就快乐，就自由的。阮阿兄哦，住宿舍，结果册拢无咧好好读，读到爱流结啦，哦，真正足快乐、足自由的呢。敏宏啊，你拢让恁阿兄骗去啊啦！我讲哦，伊是超工的啦，超工卖毕业哦，啊，就咱慢一年去做兵，啊，这段时间伊就好好啊画图，对无？好阿兄，你心机这么重哦！你可以相信伊讲的话啦，挑高一留级，多少知影伊安啦。是讲恁查甫囡仔拢爱住宿舍，哎，唔就表示讲，那是交女朋友，厝内底嘛管袂着啊。那恁见见，你伫个台北交几个女朋友啊？拜托的，唔知换几个啦。迄菜会当乱食，话袂当乱讲哦。人我哦是足专情的哦。我慎重搁甲恁讲一下，我只要认定迄个人，我着好好对待伊。像我咧台北哦，实在遐尼济人，啊，毋过我喜欢的哦是迄单纯、搁纯情、啊认真过日子的查某囡仔。应该，你后壁读伊阿姨哦。功课足重的哦，可能无时间交女朋友。建德，我无咧想交女朋友的代志啦。对我来讲，其他的查某囡仔就是一般的朋友尔。歹势啦，我明仔载搁要接死。我想来倒，不要紧啦。啊，大家哦，坐落来吃饭，啊，卡上嘛知影你对我出来啊，袂念啦。啊，建德兄，今你是唔知影接生有偌尼啊辛苦，足忝的呢，我嘛要来倒啊。好啦，恁查甫囡仔吼就豆豆啊恁，阮家的水姑娘啊就先来倒啊哦。明珠，行，倒来倒。水果娘啊，爱有人护送。敏宏，要求你负责。明珠，由我负责。头啊，我钱哦还在桌顶哦。兄弟，你家己回去洗哩哦。好嘞。行。哎，哪里？想送我回去啊？啊，是大组的，跟你行啦。淡茶啊，多啦。吊大单，我等伊吊煞就转来。你来伫遮困啊？我咧等英杰啦，啊，都已经三更半暝啊，佮迄两个查某囡仔出去咧风骚，啊，即款话若传出去，是会听者哦。你哦，莫卡袂着油头革命啦。啊，你今日出来去台南，毋是要介绍迄个电影师的查某囡互伊熟识？啊，结果安怎？够有介意？我是真喜欢啦，人迄大户人家的查某囡仔吼，真正就是无同款，皮肤安尼白泡泡又密密呢，拢唔捌晒过日头，也是吹过风，讲话嘛是同款的轻声细碎，迄根本就是吼要培养出来做新娘的啊。看起来哦，你是真喜欢啦，啊，问题是应该的。啊，因家自头到尾就甲迄个千金小姐安尼有讲有笑，过来的先生娘拢过来甲我讲，因两个看起足速配呢。我是感觉吼有翁仔无面啦。啊，既然安尼，你是咧烦恼啥？慢慢仔安排机会哦，互因交往，顺势发展就好。
我是咧想讲，也是互英杰来去带学校啦。啊，学校宿舍都无够，在地生都袂当申请，这代志哦，莫阁讲啊。卡长多少？你那边开了？嗯，来，你阿姐。明仔载我会去安排一个，予你再去补英文，也补补日文。第二学期，这两种语言啊，上常使用，先把基础拍好，对以后的功课会有帮助。英文免特别补习啦，啊，日语用量嘛无济，若是无定下讲哦，真紧就袂记了。语言的课程加学加练，总是有好无歹。啊，若拢要等到开学。才要甲同学做伙上课，才要学，是要安怎徛伫别人的头前抢得头彩？你是不是在欣赏明珠？不怪哦，自卡早卡上就讲，上了解我的人就是阿兄啦。连这种代志都瞒不过你。不过，应该嘛是希望明珠会当顺利考掉，敢不是？是啊，伊会当考掉，我比啥人搁更较欢喜。啊，不过即马看明珠。遐尼有自信，啊，搁有建廷兄家己教伊，伊嘛毋免烦恼家庭的问题，想想的哦，都感觉足新鲜的。你哦，你是因为最近厝内面代志，互你压力较大啦，才去安尼欣赏明珠。啊，毋过明珠的代志，你嘛毋是毋知影，伊的处境比咱搁较困难。人一生一定会拄到一些困难，就是考验的，嘛是爱头头啊一件一件代志去解决啊，总袂当无遐代志，就安尼甲人绑得掉，啊，家己无帮家己耍吧。阿兄，你敢那变一个人呢？你看啦。明珠无都顺利成功这件代志，是不是等到会变得更加自信、更加坚强？那安尼话，咱伫遮自找烦恼，不是感觉足戆的吗？我就知，连你嘛较介意明珠啦。你想去倒位去啊？你哦，你是我的亲小妹呢。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莫安尼，逐工伫心肝内，直直甲明珠伫遐比来比去，安尼哦，你家己嘛会较快活、较自在啦。嗯。我知影你变甲亲像啥啊？卡莎。好啦，行，你好听，甲来卡莎查。你稍等一下哦，健弟，搁有女同学打电话给你哦。哈哈哈！真无聊呀。喂，啊，你还差得高啊？好好好，
我临时随来，你等我一下。拜托，阮同学哦，但不要乌白花。是啊。早顿煮啦呢，要吃无？无爱啦。是啥物同学安尼赶紧紧？这暗暝有查某来个。出国介绍是袂歹，啊，不过最近咱的媳妇嘛愈来愈乖，不管是经济。阿伯，请进。哦，明珠啊，阿你真久无来啊呢？啊，明珠嘛真无闲，爱吃西，搁爱读书，对不？啊，明珠，坐。坐啦。坐。做三婆哦，都已经袂歹啊啦。我听讲迄家啊哦，有足侪人甲你娱乐呢，讲你哦接生迄红婴仔哦，安尼噗一下就生出来啊啦！啊你那哦，汉尼啊辛苦，搁爱去读书。嗯，啊爸拜嘛有一礼拜啊，明珠今嘛无计较，接生嘛爱因先生徛伫边啊才有准绳，所以那是无读书哦，吼，啊伊就无法多做一个独立的助产士啊。是安尼哦。不怪哦，你安尼消散落吧啦，明珠啊，你啊加食一寡，拄啊好啦。你中昼哦，就留来食中昼吼。啊，我叫阿官啦哦，抬一只鸡甲你煲。阿官啦。阿伯，唔免啦，我甲官登去做代志，我是要来找正南兄的。你要找正南哦？啊，唔过伊透早就出去嘛，无讲啥物时阵转来。是有啥物代志？我要甲伊参详明年读册的代志。是讲明年到底诶，伊嘛无伫诶呢。伊带秀英出去佚佗，讲中昼伫外口食。那安尼明年到去学校上课要辅导，应该有啦吼。啊，是安怎？嘛毋是啥物大代志啦，是我考着早上学校，啊过几工吼要注册开学，我想讲来甲明年讲一下。哦，真正够厉害呢！哎呀，我卡早时是安怎甲你讲？我讲哦，明珠这个查某囡仔以后一定有出头啦。阿辉啊哦，卡早吼，有恁两个囡仔这尼啊考读书啦，真正不简单哦。啊，厉害厉害！有人给哦，哎呀，什么？哎，你来来，是老爷。阿伯阿姨，我连刚吼才来找正南兄，我想回去啊。啊，好，你脚踏车吼，骑较慢的哈。好。阿婶，坐啦坐啦。哎呦，那也真罕见啦。是有啥代志哦？哈。啊，都有好康的吼，才来报阿兄甲嫂仔知啦。啊，是啥物好康的啊？你阁有新的门路啊哟，哈。敢讲同款是迄进口米谷米花？哦，阿兄，你真正是读到足成功，一点你都通啦！莫欢喜了，伤早。这投资毋是跋筊，爱妥当才会当藏钱去。嫂啊，你若安尼讲哦，就伤着我的心啦。啊，去年做迄米花，上无嘛赚了两倍对无？安尼敢阁无妥当？是哦，你爱我这个花香读到顶两三句哦，安尼我知啦。是啊，你嫌旧年赚了无够多，信袂过我就对啦。好啦，这边哦，各加20栋。阿文阿兄吼，三分之二的股份，这边哦，互你赚较爽。哎呦喂，这不是小数目呢。实在讲啦，我唔惊你笑。我吼另外阁有投资啦，啊，所以这两边一边资金要摕啊济，我无法度啦，所以我忍的吼，互你股份较济咧。啊，家己人啊合作做生意，我心较袂疼啦。啊，对，哎，这投资哦爱有门行啦，一项就是敢讲，一项哦就是本钱啦，猜起嘛。我是感觉讲哦，这金蕉才是咱的本道。投资的代志，稳稳啊做，稳稳啊赚就好，莫消贪。你甲迄两个查某囡仔啥关系啊？就我的大学同学甲伊的朋友啊。你莫像前面斗上同款安尼，相卡打相准。既然即马我的生活内已经有人啊，我绝对袂会伤心。
拢未食错。你想想讲这什么意思？我介意你，我卡上真用心咧甲你栽培，伊就是希望将来你能做伊的媳妇，敢会当我一个机会？假如那天空从来没云朵，平淡的温度少了些什么？他会不会寂寞？捧着我，陪着我，安稳的知己朋友，你就像一片湛蓝天空，一起笑，一起梦，知心的小小举动，我是你预告的云朵。最幸运的是认识你以后，不需多说，懂我想些什么，每天在身边打闹的过，一起的时光不会寂寞。最幸运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从孩子气到一起成熟，原来是彼此默契的交流，很无忧无虑的笑容是你教我拥有。最幸运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从孩子气到一起成熟，原来是彼此默契的交流，很无忧无虑的笑容。